吃一次，你永远不知道鸡腿和板栗有多大。鸡腿肉坚持表面微焦，料酒去腥，蚝油生抽调味，再来一罐可乐。倒入剥好的栗子，盖上盖子，先焖着。盐渍樱花用温水洗去表面的盐分，晶体加入杯子中捣碎。喜欢喝的气泡水八分满，用樱花装饰一下，最后叠豆花茶封顶。在天气冷的时候，看到这咕噜咕噜的画面，也太治愈了。超入味的鸡腿肉，带着一丝栗子的清香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